杨明，大师兄小心。杨明，杨明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做梦了。哎呦，春梦了无痕呢。哎，宝葫芦，我就纳了邪闷了，你每天这么骚哄哄的，你不嫌自己腻吗？要你管吗？哎，宝葫芦，我这么多年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你是怎么死的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切！哎，说说说说。嗯，杨明，你还记得你上一步怎么整我的吗？哟，还他妈记仇？别废话了，赶紧的吧。拿来吧你。收。做事有轻有重啊，别太过分。迅游手游加速器是吗？我看看有多快。用这个软件玩游戏就是快。宝葫芦，你疯狗肉吃多了吧你啊？满意了吧？该收了吧？哎，造物弄人啊！宝葫芦，你女朋友来了吗？拍拍，真不愧是最火爆的社交软件啊，真羡慕。喂，老婆，今天是咱俩在拍拍上认识一周年的纪念日，嘿嘿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你干嘛呢？没有。你怎么气喘吁吁的？我跑步呢。哦，那你跑吧，你跑完告诉我啊。有好戏看了。所以说从那以后你就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是吧？你管我。杨阳明，有件事我也想问你，你后面供的三个牌位到底是谁啊？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个末代天师的故事。都进去吧。
大清早就喝，早晚喝死你个烂酒鬼啊！切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师傅有教过你测字算命、看相摸骨吗？坑蒙拐骗，不学无术。师傅教你一身本事，你怎么还做个臭武夫呢？烂酒鬼，臭武夫！哼！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起这么早啊，到阿龙爸爸这儿来。哎呀，二兄早。哎，早。今天该我带干宝了，你去忙吧。二兄辛苦了。阿龙爸爸又喝酒，冲冲。哎呀，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？等干宝长大了，也得学会喝酒。文才爸爸就不喝酒。是，所以他有点娘娘腔嘛。夜观星象，发现紫微星暗淡，七星天象各不似指。结合你的生辰八字，我恐怕是……怕什么呀？有血光之灾呀！呸！九叔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呀？满口胡言！哼！哎呀！啊！我都说了，你有血光之灾了吗？哎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文才。一对金童带玉女，三辆马车拉财物，瘦子板后七寸七，金财宝少不了，你放心吧。九叔的徒弟啊，就说你最踏实了。你给我讲。我走了啊，慢走啊。哎，怎么了呀？干宝，过来。干宝，你阿龙爸爸他今天是不是又没赚到钱啊？哎，干宝，你是不是去偷东西了？不是啊，是秋生爸爸买的。谁稀罕吃他买的东西？不是，我买给干宝吃的。今天你带干宝，我不想让孩子跟着你挨饿。干宝，你吃，他不吃就让他饿着。阿龙爸爸，你不吃吗？好像好好吃哦。二师兄吃包子呢。切！
秋生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师父说这里已经没有妖魔鬼怪作祟了，我们该去别的地方了。还回来吗？不知道，但一有机会我就回来找你，等着我好吗，小姐？喂喂，发什么愣啊你？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这丑妇拽什么文呢？哼！站在那儿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先等你把头缩回去，我再现身嘛。为什么？我怕你难为情啊。别废话了，快点帮我把头弄进去。哦。哎呀！你动动脑筋行不行啊？行。师傅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要怪我。不怪你，快一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哭干什么你？这不就缩回去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答应过我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怪我的。师傅，我好想你。只有师父好，有师父的徒弟像个宝，投进师父的怀抱，幸福小宝宝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来大家干杯。哎，师父，我敬你。甘宝今天住阿龙爸爸那儿。你给我回来，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许出去。你的意思是师父对你好我就对你不好了？你想师父，难道我就不想吗？这有这个闲情逸致啊。
哎呀，方圆200里这么多的村镇，哪一个不比出来真富啊？地主大户又多，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偏偏挑到这里，问你你也不说。现在人都来了，别藏着掖着了，说吧，刘眼儿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当时大帅问及此事，在下不说也是觉得时机不成熟，并没有可以隐瞒大帅的想法，大帅莫怪啊。别他娘的绕圈子，快说。春来镇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水，正所谓山管人丁，水管财，自然形成了一个坐实朝空、丁财两旺的局势。向水的一面恰恰又是东方，紫气东来，好的运气从东面过来，被三座大山挡住，永年环绕，绝世好地呀、啊！好你奶奶个腿，那也是老子儿孙那辈子的事儿，他们再好，老子不好顶个卵用啊！大帅莫急，在下的意思是说，解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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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姐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不吃不喝的，啊，是不是病了？你他娘的不能找个郎中过来给她看看呢？啊啊，对哦。那么废物一个，看着他我就上火。刚才讲到哪儿了？这个饭桶打断了，继续说。在下的意思是说，姐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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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姐不见了。装什么？他还能长翅膀飞了不成？出去找。对对呀、啊。接着说。在下。在下的意思是说，此种风水格局之下，必有大户人家暗墓之分，依我看十有八九会有古墓。小姐，这一别就是十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后来我跟师父还有师弟再回到这里时，你已经不在了，找了你很久也没找到。你们走了没多久，这里就闹起了饥荒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带着弟弟远走他乡。后来遇到了大帅，弟弟那会儿还小，为了一口饱饭，一碗蒸鱼，我只能……此事若是属实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主盆被挖了，说。你墙就被人挖了，没你的事了，那我先行退下。你他娘再给老子胡说，老子把你牙敲碎。我亲眼看见的，我姐和咱的老相好在河边约会呢。他娘的，我去带人把那小子抓起来。素子违信，要以德服人。吃点干嘛？吃没吃相，做没做样，你投错胎了。去，喝汤喝汤，来，干嘛喝汤？我要见人了，出来。几位官爷，这里我主事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谁允许你那个私开武馆呢？哦，我们春来镇一向是主张自力更生的，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乱纪，我们百姓自己做点小生意是允许的。你们春来镇？现在春来镇姓张，张大帅，我姐夫，听懂了吗？那请问官爷，
我现在想在张大帅的镇上开武馆，不知道需要办什么手续。手续？老子的手续就是看心情。哇，你们这不是无法无天吗？老子就是王法，老子就是天，抓去！关系激动，关系激动。师兄，不是我说你们怎么个官爷说话呢？咱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得一方安宁，不都得靠官爷撑腰吗？真是的。官爷，天气干燥，带兄弟喝喝茶，听听曲儿。这武馆啊，你说不开，咱就不开，都听官爷的。什么时候等官爷心情好了，把手续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开？这还像句人话？过两天挨家挨户收军饷粮草，有粮的叫军饷两块银元，没粮食的军饷加一块。哇，你们干脆去抢啊，我哪有钱。有钱的拿钱，没钱的卖房子。再说了，我们在外面打仗流血拼命，就问你们要这么一点点小钱，不应该吗？哎，应该应该。官爷，我们尽量尽量啊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。交不出来的话全部抓起来。走。他们哪里还是兵啊，分明是匪，起码土匪直接大户，他们却让春来镇。你看这一个个穷的怎么拿出这么多钱。我穷但我有志气，到时候我就不给，抓就抓，看看能把我怎么样。刚才要不是文才拦着我，我早就走那个对眼了。师兄。啊喝了。要是我，刚才你说想要收拾他们的，难道你不想吗？我可没说。喂，你跳得浪一点吗？平时不是挺闷骚的吗？哦，闷骚点儿。果哥，别这么想不开，你跟我们回去吧。正好人遇上了，咱们抬回去吧。哎呀，夫人舒服吗？洗脚还可以吧？要不要加点力啊？用点力。好嘞。哎，妈妈，你们起来！哎哎哎！瞎喊什么？二狗，你怎么了？二狗，你小孩子，二狗，你这怎么了？二狗，你二狗，你干什么？这怎么了？今天老子不崩了你！
彻底告别你这个性别。有行家，小小春来镇还有这样的高手？有多高啊？有你高吗？门派不同，不能相提并论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现在跟谁爱听你们说话似的。走，二狗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眼神回来。说吧，指示什么？定穴打斗一事，宜早不宜迟。我担心有人会破坏咱们的计划。小僵尸今天乖不乖啊？怎么还闹脾气了呀？哎呀，忘了死死的，忘了一盏吃的了。你今天饿了这么久，就别吃番茄了。我给你喝我的血。小僵尸，来，那你喝我的血。哎呀！这神鞭招式不认识。干嘛？你跟小僵尸在家玩？我去忙秋生爸爸那儿，马上就回来啊！乖啊！你是觉得张大帅来春来镇是另有目的？春来镇的地形咱们再熟悉不过了，这里的风水格局是巨龙衔珠，三座大山连在一起，形成一条飞龙之势。那片水域从山上望去，犹如一颗圆柱一样被龙嘴衔住，龙尾环绕。师父生前就说过，这藏雾山中必有古人阴宅，阴宅入地另成局势。他还嘱咐镇上的人，如果开山修路挖到古人阴宅，一定要原地安置，绕道而行。你说的意思是，怀疑张大帅他们明里是来安兵扎寨，暗里是来寻木倒斗的。兄弟三人果然有问题。天助我也！此事还是谨慎为好。若是属实，则罢；若是不属实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枪，怕是会惹祸上身。明天去和阿龙说一下，他天天在街上，让他仔细盯着点官兵的动态。好。干嘛？快跑！
轻点儿，轻点儿。平时啊，就他娘的听你吹牛皮了啊！什么螳螂啊、蛇拳呐、啊、虎鹤双形啊，这牛让你吹得满天飞呀、啊！这回栽了吧？啊！那我也是为了长大帅您的威风啊！这回呀、啊，真不出我所料，他们几个人定会破坏咱们的计划。我都说了我是张大帅的人了，他还敢动手打我，那还有什么事儿都做不出来的？你说他们养了个小僵尸，真有此事？那能有假吗？活蹦乱跳，可欢实了。我就想把他弄回来献给大帅，才挨了这顿电炮。哎呀，哎呀，刘一眼是我张大帅的作战参谋，他娘的连我的人都敢动，真是反了他了。副官，带人把暴踹刘一眼的行凶者给我抓回来。是。最重要的是把那小僵尸给我抓回来。知道，解放。走，你干嘛？走！你凭什么抓我？你说凭什么？你把我们刘参谋打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不抓你，抓谁？那是他私闯民宅，打人在先。私闯民宅，那是执行任务，打人在先。怎么没见你受伤啊？好好想想你的口供该怎么说，不然呢、啊、有你好果子吃。副官，快放了我师兄。你家开的，说放就放。官爷，行宫方便，拿去喝茶啊。自己塞进来的啊，我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。不出不出，我保证我家师兄以后再也不敢冒犯了。行，只要你们把小僵尸交出来，一概既往不咎。你脑子有病啊，朗朗乾坤哪来的僵尸？对呀，官爷净说笑，这张大帅的春来镇怎么可能有僵尸呢？不好好聊是吧？把他们俩轰走，擅闯者格杀勿论。喂，兄，别动手啊！貔貅，胸那么大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不说是吗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、啊！上刑啊！还有，此事谁也不能告诉夫人，违者以泄密罪，军法处置。哎，等等，这节骨眼上先不要节外生枝。什么节骨眼啊？你先下去吧。大帅，八九不离十了。找到了。洛阳铲打下去带上来的土里有青色粘土，这是北宋年间王公贵族修墓常用的夯土。那他娘的说什么用炸药炸的呀？哎，什么的什么的，北宋尤其是金人的墓，防盗机关以天宝龙火琉璃台著称，墓室中空顶棚上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，瓦上是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，再上面又是一层琉璃瓦，然后才是封土堆，只要有外力进入，顶子一碰就破，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，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，咱们什么都捞不着。如果再是王室的墓，那暗炉、落石、悬魂梯就不用说了，都烧不了。你在这给我科普了半天，想告诉我什么？墓找着了进不去是吧？大帅莫急，这种事儿还难不住我刘一言。古墓机关一般都设在墓道进主墓室的路上，咱们不冲主墓道进，从侧面找一个突破点，按我设计的路线，让工兵队挖开封土层和夯土层，绕开机关，直捣墓室。你他娘的铺垫了半天，显摆什么？我这就召集人马，马上动手。莫急莫急，大帅，掩人耳目，今天晚上动手也不迟。
哎呀，怎么，你们也进来了？是啊，就这么巧啊。我们没钱交军饷。你的钱呢？都给貔貅了。貔貅？我不是貔貅，我压根就没钱。哎，那干宝和小僵尸呢？放心吧，我都安顿好了，他们肯定找不着。我是怕他们还有别的打算。姐夫好像最近啥事都瞒着咱，他的事儿知道那么多干什么？没好处。我觉得他都是因为你回来后和你的老相好见面才排斥我的，这直接影响我的仕途啊。我说他总是阴不阴阳不阳的呢。好你个二狗子啊，你胳膊肘往外拐是不是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哎，施主，哎，施主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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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真铁骨绝人身，自古忠孝两难全。才学会说文言文了，我打你个好样啊！哎呀，抓走了，我不得想想办法去救他们才行。行，好了，大帅，你先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万不可开棺，说不定我能给大帅一个惊喜。走了，走。参谋回来了，惊喜呢？早晚我把那小僵尸找出来，大帅莫急。不急不急，这次刘参谋真是大功一件呐！我张大帅吃肉，从来不让兄弟们喝汤，这一次重重有赏，都重重有赏啊！谢大哥。都几点了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鬼叫什么？不嫌丧气啊，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小心老娘我剪了你。大家都有伤。谢大帅。大帅，我有一事不明，
不知可否向大帅讨教啊？哎，都自家兄弟，不说外话，讲吧。通常刀斗走穴都只拿藏品，不知大帅为什么非要把这古墓的主人也一起带回来？哎，这你就不懂行情了。你知道这一具古尸要是卖给洋人能挣多少钱吗？洋人喜欢这玩意儿？喜欢的很呐。告诉你，我不用看这里面货的成色，就凭这口棺材，我敢断定至少值一个加强连的美式装备。这么值钱呢？对了，你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不要开棺，是什么原因？这万福镇棺只说听过没见过，没成想在这儿给碰见了。万福镇棺，这古时一国之君迫于外交压力，必须处死自己的忠臣爱将，以避免两国交战之时，就会用这种棺材下葬，说是对死者的尊重和怀念，其实是怕死者怨气难消，化成魔怪来纠缠自己。当然，这只是传闻而已。既然是传闻，就不可信。咱们开棺看看，说不定里面还有更值钱的宝贝。大帅，保险期间，还是让这棺材晒足七天的太阳吧。它已经是咱们的了，不差这几日，图个心安。好吧，听你的。兄弟们今天也累了，留两个人站岗，其他人歇着去吧。是是。大半夜搜这玩意儿怪瘆人的。哎，你说里边那个不会突然蹦出来吧？你别吓唬我啊，我一经常就爱肚子疼。啊，那个，这不有来件了吗？啊，不行，你电话啊，我上个茅房。我也去，等等我。都说我傻，你们才傻。看看有什么宝贝，拿个一两件。吹风了？哪有风？这不挺平和的吗？
僵尸！僵尸！完了，给我开枪打！枪声不是炮声，从大帅府那边传来的，还真他妈出事了！走，去看看。喂，喂，哎，喂！你他娘的不逗死吗？给我杀他！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！我以为这金甲枪是多厉害呢。也扛不住我刘一眼的一道符。参谋，刚才有枪响，出什么事了？刘参谋，刘参谋，五更天了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？外面没有人看着呀。啊，没有卫兵把守吗？不对呀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？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地上还有血，我害怕。肯定出事了。我和小僵尸昨晚看到一对当兵的拉着一口棺材从城外回来。棺材？什么样的棺材？棺材上有符文，镇尸符。小僵尸，你能把这个锁打开吗？
呦，小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嘘，进去说。走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吃人，那些人吃人。小倩，不用怕，到底怎么了？有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她是我媳妇儿。这都什么时候还争风吃醋的？关你屁事儿！你跟娘娘讲。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带人从长龙山的古墓里挖出了一具古棺。在家里别出来，我马上回来。二狗，你没事吧？姐，吓死我了。这眼神好不好吧？这枪打得还挺准啊。快跟我们回去，外面不宜久留。走。绿色眼睛，身穿金甲。师父在的时候，带咱们走南闯北，降妖伏魔，僵尸倒是见了不少，但是这绿色眼睛的，还真是没见过。师父跟我说过，咱们以前遇到的僵尸都是跳尸，充其量就是飞尸。但是有一种僵尸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魔力，青面獠牙，淡然罗刹，上能屠龙撼天，下能引渡瘟神。这种僵尸的眼睛就是绿色的，那哪是僵尸啊？那不魔王吗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就算这是魔王，也是你给叫醒的。哼！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是白天，那些中了尸毒的，大部分都躲在阴暗处，不敢出来。你们要走，趁天亮赶紧走。到了晚上，怕是这春来镇就变成一座尸城了。对呀，夫人，咱们抓紧走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去。那你们呢？师父生前说过，我们茅山弟子，遇妖降妖，遇魔伏魔。若是明知危险而不为之，任由异类作祟害人，那便做下了万千孽障，不配为道家后人。对，我们不走，我们得留下来灭了这只金甲僵尸。你们不走，我们走。走，夫人。看你的怂样，祸是你闯的，你拍拍屁股走人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！你都不是我姐，我刚才打死一个呢。你给我闭嘴！娘的，老子也是久经沙场的汉子，杀人跟杀鬼是一样的。说怎么干？白天。金甲僵尸的能力会相对的有所减弱，所以不会出来，躲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。想消灭他，只有等晚上。可一到晚上，行尸们就会倾巢而出，所以只有你们去引开行尸，我和两个师弟才有机会去消灭金甲僵尸。引？怎么引啊？刚才你一枪打死那个行尸，看来物理攻击对他们是有效果的。大帅不缺军火，你和副官带齐家伙到纸扎第二路，那里是制高点。入夜以我这边鸣炮为先，你和副官想办法吸引行尸，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，不择手段拖延他们，等我们来营救。如果我们两个时辰还没有来，就各安天命吧。小倩，你带着甘宝和小僵尸到镇外等我们，如果天亮我们还没来，以后甘宝和小僵尸就只能靠你照顾了。
扛过来哟！谁扛过来？我们两个在这里耶！谁在这里？一个肥头大耳不腻，一个干巴翘起来又进来。姐夫，你说咱这什么时候找死啊？你刚才唱的不挺欢是吗？问题情况。好像来了来了，干多的是，交替开火懂吗？懂，给我打。喂，大帅那边打上了。大师兄，你确定金甲僵尸会来这儿吗？这是师父的祖屋，有道家真气在，他能感觉到会来的。嗯。
弟，二师兄。快逃！快逃！逃！师兄，逃！快逃！天尊，再请太清道德天尊，集聚灵魂之力。是。师父，师父，天清地明，宝剑清令，合三为一，神剑烧魔，一级如律令。道者，舍身取义，乃大成也。师父，阿龙，分财。看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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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云霄，小七会把海猛带大的。放心，一定会的。跟猛长大后，会记得我们吗？我先生应该会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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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看见心空空，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好似星星发光。看见心更慌。天际朗月也不断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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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际朗月也不断。我们猜错的话，甘宝就是你爷爷吧？嗯。原来他还经历过这么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。是吗？哇！豪哥，光哥。喂，后生仔。俾心机做啊！我哋年纪大咋，后生嗰时好犀利嘅。哎，我们赶时间，我们先走啦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我怎么才能找到二位前辈啊？哦，用牌牌。哎，宝葫芦。啊啊啊！他怎么看到我？哎，普林斯，你的游戏怎么那么快？傻吧你个二货，下一个迅游手游加速器。哎，涛哥。喂，普林斯。我在剧组拍戏呢。不是，我请全组人来迪拜旅游，你怎么没来啊？啊？没有啊，啊，黑黑怎么会没有告诉你呢？我都让他给你拿你护照给你订机票了，他没跟我说呀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，兄弟？在横店呢。那你这样吧，你抓紧时间自己先订个机票过来，好吧？然后那个过来之后，来帆船酒店找我，然后我们住这边，然后你来以后把机票先给你报了，好吧？迪拜。帆船酒店，行，拜拜。做啥呀？迪拜去过吗？没啊。帆船酒店住过吗？咋的？小姨，我要去了。哎，小姨，到你了，跟我出去拍戏去。拍个毛！小姨，我要去迪拜了啊！出去，把门从外面带一下。记账钱。彭医师呢？服了。哎，彭医师，怎么了？
拜拜，涛哥，我到了，我到帅帅酒店了。哎，这个酒店好牛逼啊！你在哪儿呢？啊？怎么才来啊？剧组人都回去了。我去跟黑铁伯哥谈个事儿。不是，涛哥，我机票钱我都是借的，我没钱了呀，我都。对不起，您的电话已停机。空一抖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个，你就会来，换两下来。来，走走，进去，太不对了。哎，十八嫂，进去一次。哎，来，快点停！今天老子不崩了你，都对不起我这个性别。什么啊？下来吧，现在。好，下壁。来加币。然后浩哥说：“上。”浩哥去，磊哥把先拍上，每个人的。想要做手势，上，有点来不及，捡到石头布，让了，选让，就是看一张小车，我比豪哥打得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样打个高光点。咬船 ，OK。缝住了，然后要缝上了。你这尿尿也得拉开呀、啊。可以。这个都满那个。那边四五个人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开心啊，好吧。傻都死。OK， 开。人没事吧？啊，兄弟，人呢？冯一次不在这儿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操！你没事吧？冯一次在楼里啊。不过他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如果垂直下降，就没有问题。来，预备，一二三。外面咔啦声一下，好了啊，轻点。头一次这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拍戏，生怕自己拍不好，因为他们是前辈，我毕竟是一个后生晚辈。他很有自己的风格，我拍的用我们三个的风采那个风格，把自己的风格放进去。我喜欢小资，好好地做呀，可能我哋年纪大啫，后生时好犀利嘅，用拍。